果你問10個人有冇後悔買洗碗碟機嘅話咧，9個會話俾你知一啲都唔後悔，而第10個人就會話俾你知後悔太遲買啊！嗱 ，Bosch 最近就推出咗佢哋全新嘅座台式洗碗碟機啦，唔單止外形靚仔，可以襯到唔同嘅家居風格啊，而且咧佢仲好實用㗎，時光入邊咧可以擺到44件嘅餐具啦，同埋一啲嘅碗碟咁樣嘅。嗱 ，size 方面啊，佢就同一部蒸焗爐差唔多大嘅啫。这一部洗碗碟机就要接驳下去水喉位，所以如果你是后家向家的话，就记得要放在星盘又或者洗衣机附近了。